股市财富轻松流进你的口袋。金融曼哈顿让惠慈分析师带你掌握投资脉动。欢迎收听金融曼哈顿。本节目由 News 酒吧与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共同制播。大华国际投顾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欢迎收听金融曼哈顿，我们今天有特别节目，2023年台股最强分析师邀请到的是最佳女主角阮蕙慈老师。嘿，大家好。对，老师今天为什么这么嗨呀？哎呀，今天的话不是啊，今天一档接一档涨停，你要不嗨都很难啊。真的，真的，真的，没错。对啊，而且你看指数也跟我们讲的一样，哦，那个股更强。是啊，而且今天从开盘开始就这样，你知道在干嘛吗？就这样开盘没有多久，哦，一个涨停，然后过一会，第二个涨停，对，然后再来第三个涨停，然后现在呢，眼看第四个要涨停了，那我觉得到收盘可能5个。哇！所以今天在干嘛？今天就是在五等奖啊！对啊，今天就是准备五等奖啊！涨翻了，没关系，老师，我们还是先从大盘开始。昨天美国道琼大跌，那费半稍微回档一点点啊。对，那但是台股好像把第一季营收不如预期的阴霾全部都甩开了耶。对啊，因为的话就是前两天就是稍稍反映一下就是财报嘛，哈，但财报。那真的要过去了啊，就过去了啊，那是真的过去了啊。你看现在的话，大家这两天我觉得慢慢就开始会比较少人讲，那下个月你看有没有人要讲第一季，谁讲第一季啊？是啊，对，我都要看第二季的展望啊，没错，还有看今年后面谁会喷出啊，对不对？而且我们盘真的是跟大家讲的，哦，真的是那个最关键的都已经跟大家讲了，对不对？你看前天那个时候有没有？哦，前天大前天是不是两天在那边小红小黑，小红小黑，是，哦，一根红 K 一根黑 K， 有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就说，那就跟之前的4月27号要喷出钱是一模一样，没错，对不对？结果呢，好，结果你看这两天讲完之后，前天讲完以后，昨天就喷出去了。昨天喷出去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这个是只是这个短线上面的反弹而已啦。然后的话呢，就有的人就说啊，这个只是暂时的啦。今天的话，大概开高就下去了。就今天开高以后走高，哇，又涨了200点，这样加昨天已经将近快400点了。对啊，而且外资也大买。其实我觉得哦，这个是你知道它这两天涨得很猛，对不对？是，这个就是哦，为什么涨很猛？就是因为呢，很多人没有真的把我们讲的话哦把它记好，有些人就是持股太低。其实法人持股也有点低，所以的话呢，你这个一上来后，你看这个，你一旦开始往上之后，现在 K D 也往上交叉了，是不是？然后大家手上没有库存，那补货补得更勤。哇，那就是要把基本持股都买回来。就那种营收要创新高的啊，获利大好的啦，是，今年要大成长的啦，可能要飙出去的啦，有没有？那今天的话就开始，昨天就有咯，昨天其实就已经大家开始补库存，好，大家开始补库存之后，这个新的行情就开始啦。而且你看哦，这一次哦跟上次比较不一样，对不对？我们那天讲说，它跟上次在那个4月27号，哦，就上次低点那边啦，哦，那时候上来又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昨天才讲说，你那个你月线快翻阳了啦。哦，欸，他真的要翻阳了，今天已经开始走平上去一点喽，他月线真的要带起来喽，已经开始扣到现在的位置附近了。啊，K D 交叉上去，打两只脚上来。哇，老师，大盘这么漂亮，那我们昨天讲的吃喝玩乐股好像。应该是这样讲了，我们好像这几天讲的都涨停了耶。对，我就说今天都在数涨停啊。好，我们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好不好？现在1、2、3、4、4个，现在我觉得今天等一下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有5个。好，来第一个是我们的吃喝玩乐，没错，对不对？我们的标股，然后的话，今天的话，第一个很早就亮灯涨停板的8426的什么红木，来看我们是不是昨天也跟大家讲很清楚，这个呢，哎，这个精品业大爆发，然后呢，哎，涨价，对不对 ？LV 还在涨价，好，哦，有在买精品的朋友可能会有点感觉，而且还买不到，还买不到啊，那有的门口还要限制人数，现在都。哦，你看这个是人潮非常非常强，报复性买盘，哦，对啊，而且其实就高端消费很强啦，哦，高端消费那红木就是专门去做这一些的，哦，因为的话他的第一大客户，他第一大客户是珠宝商嘛，哦，那个也是全世界排名前面的珠宝商，那个珠宝商今年也扩点哦，他从300家要扩到500家，哇，哦，那个不得了，那个扩点扩很大，哎，你看那么多点，然后另外的话他的客户第三第四第五是谁？LV、Tiffany、哇、Hermes 都是名牌，全部都是今年业绩大好的，而且他们股价都很强，欸，那 LV、Hermes 今年都是涨个什么，涨3成多4成那种，欸，对不对？所以，哦，这个就是他的需求其实很强，哦，就是说消费其实很强，只是他往哪里去而已。对对，老师，像之前我们有提到嘛，就我们提到的新的股票很多投资人没有听过，我们那时候还才讲啊，等你听过就来不及了。昨天还有
那个听众打来问说，哎、欸，红木他是做快木的吗？完蛋了，你觉得红木桌子吗？对，那个是那个其实哎、欸，其实那个好像蛮贵的。对，但不是那个意思啦，但是不是那个意思，对，他是说这个精品店装潢的，而且是国际精品。你要知道国际精品哦，他们有常常在换供应商的，你知道吗？对啊，对啊，你说我 LV 是平常我的供应商，我说我可能每一个去找一个没有不认识的设计师，或者是新的。它的风格都是很明确的嘛，没错，品质也要求很高嘛， quality 对不对？对呀、啊，所以的话，你看我们今天第一个亮灯涨停板谁呢？红木，哎、就是欸，红木今天呢很早九点多就亮灯涨停了，对，锁的死死的，哎、欸，对，而且今天亮灯涨停哦，真的是蛮早的耶，你看。前面先买好多轻松，今天是几分涨停来看一下，9:06涨停，六分钟涨停板。对啊，这个昨天老师就买啦、啊。你都先买好，就是很好赚，而且是公开操作哦。对，我要公开跟大家讲的。今天早上你如果九点，其实好像也来得及，对啊，因为他早上其实也没有涨到那么多哎、欸。对，对，我要早上可能3%左右，你其实也蛮那个的。但是没关系，其实没关系，反正我们好几个涨停。好，来导致第二个，第二个涨停谁？第二个涨停就是五福临门啊，五福没错，对，来看看我们今天五福临门的2745的五福，今天有没有？今天也一样亮灯涨停板。五福今天也是九点多的时候就亮灯涨停板。哎、欸，大家比较好玩是在等涨停板之后又下来洗了一下，洗完以后全部洗完以后上去又涨停，哇，对不对？嗯，这个就是什么吃喝玩乐嘛，的南部最大的，然后而且是日本线，哦，它跟三富两个都日本线为主啦。而且老师，我们昨天还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它去年的年业绩就没有很好，所以我们昨天还讲说，所以它今年的年增会很惊人吗？铁定很惊人啊，你看现在它四月份的年增是2546%，那种年增率是。人家都是那种二三十在算就已经很厉害、啊，但是2546%，而且后面还会更强哎、欸！不涨它涨谁啊？后面还有六七月的暑假，我那个暑假就来了，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还没出国哎、欸，嗯，有没有？你出国了吗？还没，还没嘛，我也还没嘛，对不对？我应该是到最后啦，因为没办法，我们实在是工作真的满满满，好，这个是股票都赚不完，可能没什么钱去。但是呢，但是你看，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还没有出国，所以的话，你看后面的话，这个压了三年哎、欸，三年的需求压在这里爆发出来，那怎么得了？老师，我们聊到一半，我们第三支的吃喝玩乐概念股刚刚又涨停啦，6625的碧映。对啊，碧映今天也亮灯涨停板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一个数涨停板的开心的日子。三支咯，三支咯。对啊，这已经是第三个灯亮灯涨停板了。吼，碧映的话，哎，天团就是一定要跟他合作了。所以的话，大家其实南部的朋友，哎，其实不止南部，北部很多人下去。吼，你看之前大家已经看到那个 BLACKPINK 的那个演唱会，有没有？哦，那个这个不只是演唱会疯狂，那个已经完全把周边的那个经济也带起来，饭店都涨了好几倍，连夜市都生意大好，好吧？复苏了，对啦，连夜市都生意大好，这完全搞得跟跨年一样哦。而且的话，今年的话，哦，我觉得你不要说那个五月天周杰伦他们开演唱会，以后大咖全部都会开。哎、欸、，Coldplay 在我们以前的文青他是天团呢、欸，酷玩，对啊，对啊，那个其实全部都会开，因为这个也是压了三年了，三年粉丝都没有跟那个偶像见面，对不对？都是隔着萤幕在见面。老师，第三支讲完了、哦，第四支我们的军工宝盛光学，对，所以你看一档接一档涨停板哈，6517，今天的第四个灯哈，那第四个灯宝盛光今天也是很早就涨停板了，好，而且今天的话，哎，从十点以后锁死就没有再打开了，哇，所以呢，宝盛光也是都公开讲的。哎呀，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就每一个都是公开讲啊，这档档都公开讲哎、欸！你看，现在已经几个，现在已经第四个涨停板了，四个了。对，而且它的那个技术就很强啊。好，就是说第一个那个用在那个军事里面的，好，这个镜头就它只有它一个，而且它扩厂。对啊，那个扩产的话还跟艾斯摩尔要扩大合作，哇，那个也独家、啊。艾斯摩尔很大，它是台积电的机台的供应商哦。应该是说你先进制程一定要用到艾斯摩尔，没错。你后面往下面，其实那个是已经是铁定的路，因为你一定是往先进制程扩嘛，对不对？那你所有的先进程，你就一定是艾斯摩尔。那艾斯摩尔里面可以供应的，它就是唯一供应商，唯一供应商哦。所以你看看是两个都唯一，军工上面是唯一，然后先进制程艾斯摩尔也是唯一，对不对？所以它才要扩产。对，他才要扩产，扩来干嘛？就是扩来接下来 S 摩的订单嘛。哇！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
今天这样不是一个很愉快的日子吗？没错，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觉得 Alan 为什么一直哇哇哇，因为其实我从进股票市场之后啊，我没有看过一天有那么多涨停的时候，而且我们的持股很精简，重点是在这里，不是说喊个50几档然后再来说啊涨停涨停，对，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持股是超精简的耶，真的，对啊，所以你看是这个今天是我涨停比例超高的好吗？哇，对不对？今天是5个涨停板而且这些都是怎样？我们的涨停板是货真价实涨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些人这个其实如果不小心讲到大家的话就不好意思 因为有些人的涨停是从高档套下来，然后的话它反弹涨停，对不对？对，那个也是涨停，可是那个你就不会那么嗨，就损益没有真的赚到那个10%。对，但是我们的涨停是真正的10%，而且老师我算了一下，不止10%啦，因为今天10%，昨天又个3-4%，那就快10几%了。对，而且已经都不止了，而且它有些话是已经是前面已经在涨，今天又继续分出去，是，所以我们的涨停是真的去赚到钱的5个灯，哈，这是一个一个亮出来，对不对？没错，我们刚刚看到了已经，对，我们刚刚看到已经扎扎实实的已经亮灯涨停板了，对。所以的话呢，今天的话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天。老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来讲最强的那两只涨不停的概念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金融曼哈顿，老师，刚刚您讲了4只涨停股票之后，那待会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手上握有最久的，而且是应该说我们最核心的，让大家很多人赚大钱的股票，没错，真的是大钱，大钱，大钱，而且真的是很多朋友，因为很多朋友很可爱，你知道吗？他们就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赚过很大钱，然后一开始的时候震荡的时候，就大家会，大家会有些朋友就会问，对，所以的话呢，以前的话像材料以前那时候它不是在300块左右震荡吗？没错，它那时候300多震荡的时候，后来又现增嘛，现增到300左右，因为它发那时候说250块现增，结果呢股价就回到300左右。就那时候他在300那边震荡的时候，其实就有个会员好朋友，他就真的蛮可爱的，因为他就很直啦，个性可能比较直，然后他就一直问说，这材料有没有关系啊？材料是还会真的还会再涨吗？那材料是现真有差价怎么办？然后材料是不是就没有了？那是不是不会再上去了？材料是不是死掉了？他讲好多你知道吗？然后会担心啊，对，会担心。但我觉得那个其实那个朋友真的很可爱，因为他就是个性可能就是比较直接很单纯，然后也是一个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因为她是女生，但是我没看过她长相啊。但是呢，后来她那个时候，我们就跟她说，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回答好几次，放心。我跟她说，她就是在洗盘，她洗完，你要给她洗一下，股票有时候她会稍稍洗一下是好事哦，绝对是好事。那最后的话，她一定是会喷出去，她会贴近她的基本面，而且她后面的营收会怎样，获利会怎样之类等等的。结果你看那时候还在300，对不对？在300出头。
今天材料创新高，哇，现在已经是565了，565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又快一倍耶。 Oh my god， 我们现在是准备要迎接六字头了耶。 是、啊、是不是？所以刚刚说我们前面已经四个涨停板了，对不对？对。然后现在的话呢，来我们手上的这个核心持股，而且这一波带很多朋友一起赚大钱的这个4763的材料，它现在怎样呢？它现在的话已经到 8% 多，快要 9%， 马上就准备怎样、哦、其实好像也快涨停了，涨46块。对，涨46块。我的妈呀，妈，这是第五根，这是第五个。 对、啊、我们可能今天是五个涨停。哇哇，对，而且你看是那个、哦、这个昨天买的今天赚涨停也有，然后那个波段赚的这个倍数以上的也有、哦、真的。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在前两三天的时候都会看到、像 OTC 啊或是柜买，它的股它的指数就稍微往下走，然后有些持股就往下降，其实那都是在整理。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投资人说，放心放心，低点是给你买股票的时候，因为多头就是会洗你啦。嗯，其实多头就是好几个头连起来啊，你知道吗？那每一个都很像头，所以你其实你一定要知道更深入一点的东西。好，那这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次跟大家讲完，所以我们的 YT 频道也会开出来。对，现在的话我们 YT 频道以后会跟大家分享很多产业的东西，然后操作心法也会，我们会一系列一系列开出来。好，那一定是含金量最高的频道。是，所以大家这个要准备，还没有订阅要赶快订阅、哦、因为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在这条路上面来赚大钱。没错，股市是很长久的。对，股市其实每天都可以让你赚钱，那可以让你一天就来五个涨停是不是对啊，所以的话呢，来这个接下来第五个马上准备要涨停的是材料。是，那其实我觉得它涨不涨停也没有这么重要啦。啊，对啊，因为就涨不停啦，没错，对不对？涨不停，其实有时候涨停涨停不涨停，我觉得其实反正它就是会一直飙上去就对了。好，所以的话呢，来我们今天的话就要恭喜大家哈。反正呢，这个是我们就是现在准备要五个涨停板了。然后呢，而且呢，全部都是公开操作，好，都是公开跟大家讲、嗯。那逻辑也讲很清楚。那大盘的盲点，好，那可能会把大家骗下车。为什么它这是一个骗线？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你要买进？那为什么你今年操作方向要锁定在新的股票上面？这都跟大家讲很清楚。没错，但是讲这么多以后，还是有个重点，有没有？哦，现在很多人手上持股是不足的，是因为法人也是前一阵子都吓跑了。对，然后呢，今年的行情就是这么有意思。哎、欸，老师，我听出一个蹊跷、欸嗯，就是说，如果说连法人手边持股都不足的时候，代表他前一阵子也没有买，甚至卖股票嘛？对，他会强力回补。可是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卖股票的时候、嗯、我们是进去买股票的，就代表我们现在在低档哦。那如果对法人如果现在回来，我们就等于他帮我们他们会来抬轿。哇，对，而且我们买的时候我们还不是买了等很久，我们是买了以后就马上赚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话来，这是今天的话我们准备要五根涨停板了、哦、哇，那重点就是你手上有标股没、哦、因为呢这股市是这样子、哦、就是呢你除非你明天开始就不做股票了啊，把 APP 删掉。对，那如果你要做股票的话，行情来说你就一定要怎样，就一定要有标股，没错，对不对？行情在走，你标股一定要有吗？哇，对对，行情在手，标股要有。对啊，那如果没有标股怎么办？嗯，就赶快跟上来 啊！没错，没错，没错，对不对？而且你看看这个。欸，我们刚刚有聊到今年的新标股嘛，齁，你看我们的标股里面吃喝玩乐的啦，军工啦，材料啦，这一些齁。那这里的话我觉得齁，有一些股票就是大家还不知道的齁。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资料想要跟也可以给那个还没有跟上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哎呦。好，啊，当然你如果已经跟上了，你想赚更多我也不反对啦。是。齁，只是说呢，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个齁，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资料，就是两档。哎呦。低价军工股。低价听起来就很诱人。对啊，你知道有比价概念吗？比价概念是不是就是说它在这个产业里面有一个股价很高很高的，那它现在只是在相对低点。 对， 对，然后再加上说它相较起来它又有很大的空间，再加上更重要的是它有利基性啦，独特的利基性，但又低价的时候其实就非常好。嗯，好，所以呢我们有两档低价军工股。好，那先来说这两档里面有一档是在上市柜，有一档上市柜里面也真的很低价，但它的特色就是呢它是唯一有跟美军合作的，注意哦，是美军。对，其实真正的军工。对，其实很多投资朋友他可能听到说啊，军工啊会战争什么，其实我觉得倒不用想的这么极端，因为其实军工它也是保卫我们国家的一个产业，那就是一定要做起来的啊。没错，你知道其实像以前日本，他这个时候在1970上来说，他是军工代长，哎、欸。它是军工领头上来，国防工业领头的耶。所以其实的话，这是我刚刚讲那个一档在上市柜的那一档吼，它的前身是。欸、我们以前在二战很著名的一个将军飞虎队总司令，哇，他组织出来的空运队，然后呢他在之前越战的时候也真的是跟美军合作、嗯、然后所以的话他现在其实的话呢在手订单也非常多，这是唯一跟美军合作的一档
其中一档它是在上市柜，我刚刚说有两档，对不对？是两档军工的低价标股，一个在上市柜是唯一跟美军有合作的，另外一档哦，就真的是隐藏版，隐藏版，但是它在新柜哦，它在新柜，所以的话呢，我们要特别保留给有资金的朋友啊，对，因为呢。当然新柜波动比较大，是，但是爆发力也比较大，是，而且这一档是真的没有人知道、哎、但是问题是这一档的话技术能力真的很强，连 Alan 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稿没有写这一个因为没写出来，因为第一个的话他真的技术能力很强，是，那再来的话他真的怎样跟汉翔有关系，哎呦强吧，而且呢我告诉你他的大股东你现在买都比他便宜好多好多、哦、他的大股东除了刚刚讲到汉翔是还有新加坡，是新加坡政府基金强吧，哇，我告诉你哦，所以这两档隐藏版的这个哈、哦、两个军工低价股哈、哦、我们今天的话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哦、然后我跟你说就是说因为就是你行情在要走的时候你这个标股一定要有嘛，你不能行情喷上去你手上都没有标股啊，没错，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把这个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你今天的话在我们的 LINE 上面留言，或者是你打电话进来也可以。我觉得打电话进来蛮好的，因为很多人现在怕诈骗，你直接打来就好啦。对啊，电话也不要我报给你，你自己去 Google， 你 Google 上面电话是10秒钟。对，所以十秒钟还有一个最后要叮咛的地方，就是拿掉资料以后不要跟别人分享哈，不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知道就好。这是特别给大家的，所以记得赶快留言下来喽。好，我们谢谢老师，谢谢。好听的广告，现场工作人员请注意，放下你手边的工作，我们恭喜阮蕙慈分析师手上持股2745五福、6517宝盛光、8426红木、6625碧印，今天全部涨停锁死，我们掌声恭喜啦！没错，2023年最强势的台股分析师阮蕙慈老师，今天又带领各位朋友在台股发大财啦！赶快打电话进来，02-2362-8000，台股从去年底四月强势表现。五月初因为第一季财报整理，很多投资人心灰意冷，但阮蕙慈分析师一样选对标的紧抓不放，接连下来的成果就是涨不停。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请马上加入 LINE 群组， LINE 账号是小老鼠 POWER 8888，赶快抓住520庆祝行情，把上半年没赚到的全部赚回来。大华国际投顾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本公司与节目中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